民国22年出生，遐是88岁了，我做就咪都做70多年嘞。我13岁就过去做，做咪都是我13胎，我公我爸做就咪都啊。当时哦，讲不好，每个什么时间噶啊，台湾啊，无工业了，只有三种好学手艺啊，剃头、木匠、做咩，四个三种，他哋无个学手艺，因哦，单脚啦，做三些苦工啊。做咩都最辛苦是，民国差不多46年噶下啦。家个手工木匠啊，噶下起艰苦啦。到了民国89年噶下，个时国务时间。差不多用机器啊，无人用手的啊，该无人来卖路啦。现在日本工厂除了亲爱，现在开始开始做的啦，做了左右40年了。一条路哦，没好船来啊，无去到好啦，你袂做，啥你紧做啦，无轮去到水啦。所以我来又要学练练，我就会问佮讲，你有闲钱无？有闲钱就接下去啊。佮手机子，打算来继续做下去哦。都学苦教本去，他哋。跟教文下去。